早安，12月1号，你好，很快今天又12月喽，2023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到了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开心不开心，喜欢不喜欢，2023年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月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啊！今年2023年还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就要快点去做喽，不要等喽，剩下最后一个月而已。时间不会等我们，无时无刻的想尽办法去把自己要做的东西快点做完它。还有一个月过后，我们就迎接2024年了。现在我要接 brother 他们去吃早餐，过后我们跟 AK brother 一起吃午餐。刚刚这三包墨吉菇，我一人给他们分享八粒墨吉菇，有好吃的大家一定要分享的。最后一个月，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哦，这一个月啊，想做的事情快点做完它，这样的话2024年就会更加好。一个月过后2024年到了，那个时候你老我老他老，全部人都老了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不可以老，年龄 一天比一天老，但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越来越年轻。今天就是最年轻的自己，所以给自己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啊。 OK， 现在我要去接 Alec Brother 去吃早餐，我们来到马当丁义吃早餐。这里有一家夜宴，来马当丁义吃早餐，可以把车停在那里面。两个 brother 喜欢来这一家，我也是很喜欢啊，这家的早餐不错的。是鸳鸯咖啡，而且高半高，面包不错。这个猪呢？木猪锁。面包不错，好吃，好吃。今天我们就吃面包而已，因为等下要去吃好料，我们吃饱喽。现在去麦当劳等 AK Brother 来接我们。这里是马当丁义的新村。哇，我们来麦当劳，还有 ice cream 好吃。mini 我们来这边坐坐，没有叫东西吃，来等 AK Brother 我们 ice cream 嘛。麦当劳要我们的支持啊，没办法了，请吃冰淇淋。今天我没有叫，什么都没有叫，这边坐坐等 AK 吧，这里。我有几号啊？说我们吃冰淇淋。麦当劳真的是没有人哦。AK 布拉德到喽，看到吗？布拉德那边等我们了。哎呀！要去吃午餐。Come in， 我们现在要去尼蒙德巴吃午餐，就是那个马来西亚银行后面的那家，那个猪脚很好吃的猪脚。我们现在要去瑞银还有一间餐馆，就在尼蒙德巴。
今上路，炳哥都冇有去咗。琴日去有一個 event， 個車仔去要 border， 去 border， 係響巴丹布斯。I connect 多位，多位路。把放落去啊！啲平啲咯，平个路啦。哎呦，攞呢份哦！佢机啊，佢我自己搭，我唔识。泰国 flag 叫咩啊？鱼啊？鱼虾嘛？哇，那边一辆车，看到吗？到喽，你们的吧。去吃的就是在这银行后面，瑞银海鲜。瑞银，瑞呀，瑞银啊。KFC 没有人哦。你不得吧，家里面就在前面而已。老食堂咖啡店。我们到了，庆庆啊，有一个位置可以坐。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吃午餐。前面就是马来西亚银行，后面就是瑞银海鲜。哇，好料哦！哇，它的猪脚好料啊！看了流口水啊！这里十二点开始了，十二点一到就很多人哦。是这样啊？我看北京好多也有。很多人定做喽。哇，这个叫什么？八爪鱼啊！八爪鱼，他们还懂哦，还活的喽。谢谢哦。还有活的，看到吗？都系唔系嗰啲游泳菜？哇，脆脆咯，好吃啊！游泳菜啲，这里真的没有到底都在定位哦。我冇計住，分斤喇喇，我的喇喇非常新鮮哦，好巴力。雙胞胎的喇喇，雙胞胎啊喂，雙胞胎因為我喺呢度啊，哇！
哇，他的明星来了，明星，这个是猪脚，这个猪脚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哎呦，好亮，哇，好野的哦，来瑞言吃哦，一定要叫他的猪脚，这就是他明星了。咁你咁大院啊，佢咁大嘅，佢又咁细啊，佢咁大，呢个低，好料啊，都，我得不？佢唔会太腍嘅，佢会硬，刚刚好，脆哦，好吃，好吃。这猪脚炸得很脆哦。那个鸡，那个鸡，那个鸡脚鸡。嗯。好吃，好吃。到骨头要哪一家？哇，这个太皮。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好料啊！拎劲，拎劲。好吃，好吃。整个猪脚连骨头都不见了。来吃饱了，猜猜看我们吃多少钱啊？看你们吃多少钱？就在柠檬的吧，睡莲海鲜餐厅。猜猜看啊，我们吃多少钱？我猜要150块人民币。我们就来猜这个猪脚就好了。我猜这个猪脚要80块至少。AK brother 讲100亿 ，Alex brother 讲140，水果讲170，我讲150了。150，哇，给 Alex Brother 算对了咯，137块，他讲140，我讲150，我们就在柠檬德堡这里啊，睡莲，看看我们吃了多少钱啊，猪脚72块，喇喇20，钢弓15，章鱼 Octopus 21块，水3块，饭6块，全部137块。到干干净净，好吃好吃。OK 啊，为什么呢？价钱公道公道，可以来这边吃啊。下次来吃吃鱼啊，地址在这边。下次我们不要吃这个炸的了，我们吃这焖的猪脚。焖猪脚啊，吃鱼。哎，不错。哎 ，Octopus 不要了。吃饱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吃，刚才。饱了，要去喝咖啡。我们就在这一家。我们顺便弯进来看这个盐利拉萨，就在角鱼，很著名的这个什么？拉萨，拉萨，著名的拉萨。我这边卖角蛙面，这个张哥比较老哦，对不？这就是角鱼著名的，盐利的拉萨。老喂，不要点，这边拉萨是盐盐的，看到吗？硬硬的，谁啦？都领走走。我看下这边的拉萨很好料的。加醋的啊？哦，就是这样的。小鱼拉萨，你要多少粒都可以，照算。小鱼是几分钟？啊。这就是角鱼的著名拉萨。哎呦，我嗰啲 iodine 都唔识，你唔好搞错你们。哎，它有金蕉哦。这里还有卖千岛。新加坡忘记咗佢。啊，水哥，你睇下 ，famous， 这里是角鱼最著名的。阿三拉萨，本来是要去喝 Starbucks 的，那时候在半路就被截胡掉了，半路就跑来角鱼拉萨，应该是西美岛了。我们吃饱了的，就是那点丝丝味道。这就是它的针对。啥子石龟？巴厘红豆。
哎，来点羊肉，来点红烧，来来来，哇，拉萨，哦，是，嘿，啊，这就是老吴的著名的上，那么盐盐的，啊，盐盐一粒的，哎，捞一捞过来啊，哎，不是的，哟，虾饼的，虾饼的，啊，成捞啊，成粒盐的，一粒一粒，一粒。我们刚刚吃完猪脚啊，来这边 test， 哇，很香哦，很香很香。为什么一盘四个人共吃？因为已经吃饱了，所以来试味道而已。嗯，甜甜一豆豆，是特登甜的。不过刚才只能叫做良心饼。冇冇咁食啦，自己想吃飽嘅。對對對，咁即係咪一樣嘢咧？多啲好食啊！哇塞，好飽，很飽，飽到啦！而家嚟講飲杯果啤都唔得。哇！人打包那麼多，看到嗎？我們全部吃了19.3。就是这一家喇萨，吃饱喽，要回家了。现在6:40，哎呀，刚才吃饱回来，比较忙，所以现在就要去跑步。天开始要黑喽，运动还是不可以放弃的，再忙都要想尽办法去运动。天真的好黑喽，要下雨了。没事，能跑30分钟也是好。哇，来到这里没有什么人了哦，剩下几辆车而已。没事，能跑多少就跑多少。快快跑，还可以跑30分钟最少。我相信应该是下雨的事情吧，全部人跑到完，这雨已经停了。今天是2023年12月1号，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。很快我们进入2024年喽，希望大家在来临的2024年身体健康，最重要是平平安安每一天。不管时间过得几快，我们要做的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好，每一天。要开开心心的接受每一天，快快乐乐过每一天，永远要记得一句话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伤心也是一天。那么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呢？刚刚我有翻回去看看自己 YouTube 的视频，今年从2023年1月1号开始到今天2023年12月1号，我总共发了将近400个视频啊，一年才有365天，但是我已经发了差不多靠近400个视频，有时候小短视频加长视频，有时候一天里面发2个视频，常年累计可以累计了这么多的视频。这就是我的想法，什么东西都要坚持，只要你肯坚持，你就会做得很好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坚持下去，把每一天最好的画面，最好的视频呈现给大家，给大家一起去享受当下。进入了12月，我很快就要飞去中国旅行了，到时候只要 4G、5G、WiFi 没有问题，那么我就还是会天天上视频，把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、最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分享。已经相隔3年没有去中国了。以前的我可以说一年最少去5、6次、7、8次去中国旅行，去中国玩，所以这一次要去中国有点压力，哈哈，太久没有去了。中国肯定发展得很厉害了，去那边可以洗洗自己的脑，看看人家怎样先进，怎样成长，我们一定要常常去学习人家的成长，所以非常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旅行。
可以到中国去看一下，全部用互联网，用一粒手机怎样过日子，完全不用动到正式的人民币。到时候我会跟你们分享怎样付款，怎样用小红书去找美食，怎样坐高铁，要用买一个 APP， 这些我都跟你们分享。这一次我们去中国全部都是自由行，没有跟团，全部都是自己买的机票飞过去那里。到时候我会去一个以前我住过的地方，也在那边做过生意的地方，就是义乌小商品城。20多年前我去义乌的时候，它比我们姑林还要小，现在的义乌肯定比吉隆坡大几次，比吉隆坡还要大几个吉隆坡。我去义乌顺便带两个女儿过去，去那边看货，去买货，那边就是中国的小商品城，凡是你想要买什么都有啊，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而已，你有钱你想买什么那边都有。所以这一次去义乌的意义很大，在义乌小商品城可以带我两个女儿去那边见识一下，看一下中国人怎样做生意。以前我在义乌待了差不多好多年了，在那边一起和中国人一起做生意，过后顺便旅行去杭州、上海、苏州，顺便在义乌旅行。好了，今晚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今晚到此为止啊，晚安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开心每一天，晚安，我要跑步了。